你说我每天也在屋里晚上读书，怎么就没有一个鲤鱼精来找我？就说我们平时啊，柳飞带着话筒，但他声音依然不够传送，不能够输送得很远。比如说我现在把话筒摘下，同学们好，我们继上节课教唱了且把真声暂吟长的唱段以后呢，今天我们将进入声段的教学阶段。这一段戏呢，我觉得是对你们相对要求高一点，它的动作的难度还有它的多变化有点难掌握啊。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抓住一个特质，那就是一条鱼。你想想看，一条鱼在舞台上，它又是戏曲当中的一种通过程式化的表现体现，这样一条鱼的它的活泼跳跃，它的俊俏，它的灵动，通过你的嘴秀啊，你的表情，你的眉目之间的传神，希望带给大家是一种一看，哎，这就是一条鱼。一会儿我们这样子，不是每一个环节都教，我们把着重就是鱼，鲤鱼出水以后它的这种兴奋感动，它的这种鱼的灵动的感觉，我们着重的来做一些分析。我们先教一段鲤鱼出场的动作啊，看仔细了，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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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亮相哈，鲤鱼的出场，刘飞来。噔哒滴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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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噔，亮相，好，就是那个前面甩的这个水袖，一下。两下，这水袖里边要有节奏哈、啊。然后，但这个蛮好耍的，从慢到快，这两条水袖呢代表鱼的尾巴，不知道你大家能不能理解？代表鱼的两个尾巴以后，尾巴一甩，你看，它一甩，疼，然后一个转身亮相啊。这个每个戏的出场的亮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第一眼就让观众看到你是怎么样一个人物性格的这样一个角色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教那个这个你们旁边都学着啊、然后滴答答答答答，鲤鱼出来了，滴答滴答噔，哒哒滴噔滴答滴答噔，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哒滴答滴噔，一下。你看，两下，三下，然后这个是非常一个鱼的特质的一个动作。这样你看，甩尾巴，然后哎，这样子甩尾巴，然后跳跃的一个这样动。好，柳飞来了，因为对你们两位来说可能是有点难度的哈。有点难。柳飞来吧。我也有点难。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噔滴哒噔哒哒滴哒滴哒噔噔噔噔滴哒滴哒滴哒滴噔哐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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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转身，好，转身转反了啊，好，可以再跳跃出来，滴哒滴哒哒。很好，基本上完成的不错，就是你最后一个跳跃动作以后要跟着上面走，你看到这里以后哒，哎，比较灵巧的一个动作啊，
对，朝着上面走，很好。9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复排了，我跟全会的一版的那个《追雨》以后呢，那就是当时我想，是不是能够在老师的基础上，更加赋予人物一些灵动的他的鱼的特质的动作。其实呢，我去菜场还有城隍庙专门去逛，看他们鲤鱼戏水的动作，哎，突然来个灵感，我觉得可以加上一些这样戏曲元素的，这样一个鱼尾巴摇动的动作，它又很形象，又能够代表鲤鱼精活泼快乐的一种心情，对不对？那个你觉得呢？这个动作你能看懂什么意思吗？确实是挺难的，挺难的。能做多少？就你觉得这是？要不试试前面那段？试试前面那个。我觉得后面那更难。好，试试看吧。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吧？好，一起吧，没关系，做错了没关系。先一下抖上去，对。对，鱼的尾巴露出水面的感觉。对，一个小碗。很好。然后从慢到快，噔。噔滴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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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很好啊，蛮好的。然后是这样的吗？这样，对，遮起来，对，这样翻。小腿怎么走来着？脚颠一下，包，代表他开心的心情。对，然后一个转身亮相，从右左转身，左转身是哦，左转身亮相啊，好，很好。对呀，你看。完成的挺好啊，再慢慢学啊，反正你就是以后有录像的话看看，对，大概我们今天教一个这样一个流程，让你知道，对，找一下感觉，而且感觉好像鲤鱼精这段身段跟以前我在电视里看过的，包括看过您的以前的一些剧目身段都不一样，是的，就因为它是一条鲤鱼精，是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人见人爱的鲤鱼精，所以我们在形体设计方面一定要赋予它更加丰满的一些造型的动作，好，我们接下来。鲤仙最大的伯父梦修在美色古盘金身上，今日鲤鱼出水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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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为一位节目死亡多情郎，好，子飞先来，有点难。李先生道别伯父梦休在美色顾盼今生长，今日鲤鱼出水面，噔噔噔噔哩哒哩哒哩哒噔哒哩哒能哒噔，为一位寂寞死亡多情郎，好的，就是那个出水面的这个动作，不是？我这样做，你们不一定清楚，特别是刘畅，你看他这个动作，如果你按照水袖的话，他是这样的一个，你看，他拿起水袖以后是这样腕子这样过来的。这样过来，靠你的腕子这样子过来做啊，所以在这个做动作的时候，你们不能幅度大，但是又很灵巧。好，你刚才的问题是在这样子以后啊，你看这样跳的时候，你要翘一点，你不能太笨重。好，要轻巧。我们往下学，然后他要过去了，哎，一想我还没变好呢。不免得我变作美善小气的模样，先去也未变了，且把正声在音上，噔噔滴，哒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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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哩哒滴噔，这样子的，哒哒噔啊，用手腕，把鱼的尾巴。这个特不免得我变作美善小姐的模样，先去为变良，且把真身在银帐。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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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哒哩哒哩噔，滴哒噔，滴哒滴哒哩哒滴哒，好，滴哒好，可以，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感觉就是后面摆尾巴的那个动作，好像做的不是特别自然，不是特别自如。问题是在前面还蛮好的，这种感觉都蛮好，但是到后面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其实它是靠你这个都得用腰的，你看。对，不是单单用手腕就可以，它得用腰把那个鱼的这种尾巴甩起来，这种感觉。你甩甩看，你就这个动作，一、二、三、四。挺好的，来来看，一就是把手腕用起来，左右晃动，一二三四，很好啊，很好，一条绿颜色的鲤鱼，来那个韩冰来来看，左右用手腕大一点，很好，下去，鲤鱼精变完以后啊，他就特别的得意，哎呀，我变得怎么样啦？哎呀，变得真美，然后。偷笑，变作了美胆小鸡，悄默言好，来来看，左边一看，哎，右边一看，对，好。变作了美胆小鸡，悄默扬。好，那个这个区别在你的水袖也，但是我觉得是举一反三的，你也可以这么甩出去，你也可以这样甩进来，就是你的腕子要用的溜啊，然后你在退的同时。要把自己哎往这个整个水袖和你的身体的协调性要做得更好一点啊。好，这里鲤鱼精非常的高兴，我终于变成了人了，对吧？但是她即便是变成了一个大那个相夫的小姐，但是她还是一条鱼啊，所以她时不时的她会露出一种鱼的痕迹来，所以呢这个就是鲤鱼精的可爱之处啊。好，然后我们就去看张真了啊。哎呀，看到了，哎，哇，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你看，它就是一个鱼的尾巴的一个特质动作，就是你要把腰，对啊，胸腰和你看你头是留在后面的，你转身的时候转了，你一定是手收过来，你是，我一直扛在这里，你看，收回，你看，我已经到这里了，啊，好一点了，你身上好了，你的手还不够快，你再试试看。还有点紧，好一点了啊。接下来我觉得就是不要多动了，因为我们要动静相宜，那就是有的时候戏曲舞台是要掌握这样一个节奏的。戏曲舞台它的其实节奏就是生命，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哈。那么它在那个接下来几段，它就是以它的表情、它的唱来，就说让观众看到你的心理活动，好吗？那其实。表演它的最高境界就是说，你似乎是在表演，但是你又完全又投入到人物的这种情感当中，那是最高的。所以呢，柳飞在这方面要往心里走，往心里走，你会感动自己，其实你也会感动观众。
们接下来往下啊。他就是偷偷的去看他，一啊，到底长得怎么样啊？看一下，呀，不见他，对岸的眼圈开，脸庞与那庞一样美。哎呦，好难为情哦，那小女孩的那种情节啊。只见他带蓝的眼圈开，眼帮儿与那盼盼一样美。好，刘畅，你来说说他这段表情和我的区别在哪里？还是感情没有连贯起来吧，还应该像老师一样，就是从内往外的发散。好漂亮呀。 okay, 好高兴。 okay, 是的确实如此。那其实表演它的最高境界就是说，你似乎是在表演，但是你又完全又投入到人物的这种情感当中，那是最高的。所以呢，刘飞在这方面要往心里走。往心里走，你会感动自己，其实你也会感动观众。好，我们下去。对我上前去唤醒他，这恐怕醒了要将我归。好，你来。待我上前去唤醒他，这恐怕醒了要将我归。好一点。这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戏曲里边小花旦，他这种很那个细微的动作，他其实不，如果这样做也不好，他又有点用腰的。哎呀，他不要怪我啊，这种。你看他下面脚步还是有小小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在里面的。韩冰，你做做看。待我上前去唤醒他，然后去看了是吧？看，哎，自恐他心里要将我归。哎，挺好的，我觉得唱的动作挺顺的啊，就这人物感觉也是有的。柳飞刚才也玩得非常的好，我是只是觉得你在那个人物的基调上，你还可以再翘一点。你这样翘，你跟里面林黛玉啊，或者你其他祝英台，你完全是应该不一样的一个人物，因为这是一条鱼。这一条鱼它是非常灵动的感觉，它的反应是很敏捷的，它不会看了啊很好看，不会这样的，它看了一定，哎呀看极了，它一定是一种，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观察人的话，她十几岁的小女孩跟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她一定在表情上，她随着年龄的那个变化，她会一样的这种呈现。那么李玉京来说，她一定是一个就虽然是他成仙了，但是他在恋爱这一关，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就像那个你说的是初恋，所以这种感觉你要把你有点点黏。但是我动作完成的相当不错。下去啊，怎么办。哎，听到有敲锣鼓的声音了。哎呀，天更已经不早了，一看我啥子不换他，这万千相思怎丢开。好，来，听到鼓声三更。我发誓不换他，这万千相思
丢开。嗯，好的，刘畅来一遍，听到鼓声了。嗯，走过去，回看张真，怎么他还睡着？哎，我啥事不管他，这万千相思心丢开。这动作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动作。好，那个我们接下来往把最后两个动作教完啊。哎，哎呀，看看张真，嗯，我去叫醒他啊。君子啊，哎呀，怎么还不睬我啊？再看一下，哦，他手上有一本书，我要把他的书抢过来啊。君子啦，滴答啦答滴答噔。咦，他怎么还不睬我啊？守在家瞌睡总累大，叫我自我去安排。君子君子啊，滴答滴答灯，咦，怎么没反应啊？哎呀，就在家可在从来打家务事去安排。好，那个刘畅来过来。我觉得那个动作完成是不难的，确实是，但是你要把传神呢、啊、就是说你柳飞，就是你刚你的整个一个节奏啊，就是你的眼睛啊不够传神，你的眼睛现在的眼神充其量大概台下的四五排观众你能够看到你眼神在动，再远一点好了就两个煤球就很黑的，为什么？因为你眼色没有放电，你没有放电，你是电不到每个角落的，所以呢这个对你要求，因为你是专业演员，我必须对你有要求。你们在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录像看其他剧种任何剧种演出的时候，你要去学会鉴赏，学会鉴赏是非常重要的，人家好好在哪里，不好又不好在哪里，你能找出其中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对，所以你包括你给我挑刺也可以，你可以挑出一点刺来，那就是你会看戏了，你会看戏你自己也会善于表演，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键哈。是的，所以你叫我死哦，哎呀七分贝，你看他眼睛啊，这何况是一条鱼，他的眼睛咚咚咚咚咚远远永远是在动的了。哎呀，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你看一个人动脑筋的时候他一定是用他的眼神，除非他这个眼神是近视眼或闪光眼对吧，所以你应该也不近视，就是应该把这个眼神运用得非常的到位。韩冰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哈，他整个就是我觉得是王老师塑造的最怎么说，可以说是最另类的一个角色了，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小花旦，然后那个活泼天真的很无邪的，然后对爱情是特别的向往的，然后就是但是他就是还是一个鱼嘛，因为他还不是一个小女孩，他还要表现出他的是鱼的那个特性。你想如果现在的女孩的话，她看男人一定会把水袖、哎、把水袖遮起来，还慢慢的看一眼，哎呦这么好看，一定是大胆的，哎你让我看一眼是吧，所以就古典美我觉得作为我们那个女孩来说确实要学一点，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这样那就是非常的怪，就是这个其实一种气质，我们要学的是一种气质，并不说是生活当中你把某一个动作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人家要笑掉了呀，对不对？好，今天的讲课身段训练这一课就到此结束。
一步，我跟醉有很多的不解之缘。我记得86年我从舟山越剧团调到上海越剧院的时候，我们第一台主打戏就是。